油管的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老梁。我在油管上啊有很多这个号那个号，但我实求是的告诉大家，那都是假的，冒我名的。这个号呢是真的。我在这里边呢将给大家奉献是一些我新做的节目，比方说2020年老梁故事会全新版的内容，还有老梁通史的一些内容。当然了，还有一些呢我过去啊曾经做过的比较长的一些节目，但是由于各种各样你那么在油管这个号里呢将重新拿出来供大家分享。你要想听得过瘾，就在这个号里听一些比较长的我个人评述或者讲述的节目，希望呢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感觉、新的内容。谢谢您的观看。